嗨，活力543，今天又要洗碗了。这是拍洗碗的第三天，今天林小吴还在吃。你还在吃哦，爸爸自己先洗啊。所以我就自己洗了。嗨，妹妹，你要做什么？嗨，妹妹，你要做什么？来，开动。小师傅543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黑子。现在真名是小黑子啊，快告诉我下去。Go。好，先收碗。今天的乳肉很油，其实很多朋友问过我，那个洗碗机好不好用？但我只能说，你买洗碗机的时候，你一定要配烘碗机，因为你不可能把所有碗都放在洗碗机里面，洗完你还是要找的地方收纳。你不可能这次洗碗之后，里面干净的盘子从洗碗机里面还要拿出来吧？所以洗碗机是不能当放干净碗用的，洗完就要拿出来，所以一定要有烘碗机。那洗碗机的话，牌子我就没有特别的去介绍，因为基本上当初是跟樱花买的。那樱花的洗碗机，他那时候第一台是买20000，那后来坏掉了。后来洗了7年以后坏掉了，然后现在这一台买15000，一样都是含安装15000搞定。然后基本上15000的洗碗机你坏掉你也不会太心疼，而且主要是不就都是洗碗吗？去买那么贵的干嘛？我不晓得买贵的洗碗机它有其他什么特别的功能有没有？基本上碗洗得干净就好了，洗碗嘛，对不对？洗了碗10分钟还要买洗碗机，碗机一定要用洗碗粉，因为它可能泡沫比较少，跟应该类似跟滚筒洗衣机是一样的道理，不能泡沫太多，但是要洗得干净。活力543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活力。今天是礼拜五，回家有点塞车，现在有点想睡觉了，结果还要洗碗。喜欢影片记得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还有记得按下小铃铛。谢谢收看，新的通知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哎，不行吗？小黑，不要洗碗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伟。看完昨天的影片，应该晓得昨天的影片洗到一半宕机了，所以我不晓得昨天讲到哪边了，那就重新讲一次吧。买洗碗机一定要买烘碗机，因为你不可能把干净的碗跟脏碗一起丢在洗碗机里面一起洗，所以每次洗碗的时候你不可能把干净碗拿出来吧，所以你干净的碗一定要另外的地方摆，所以一定要买烘碗机当做收放碗的地方，反正就是一定要买就对了。然后呢，还有很多，应该有好几个朋友都问过我说洗碗机好不好用，我的回答就是，如果你在家是你洗碗的话，那就买洗碗机吧，如果是你老公洗碗你老婆洗碗的话，那就可以不用买，你要洗的话你就自己买，认命吧。一般洗碗机会放3种东西，第一个洗碗用的洗碗粉，应该不能用一般的洗碗巾吧，泡泡会太多，跟那个滚筒洗衣机一样，你要有特别不一样的洗衣粉，不能用一般的洗衣粉，滚筒洗衣机，对，没错。然后呢，它还会有这个是放软化盐的地方，把你的水从硬水变成软水。但是基隆呢，我是不放啊，因为我觉得好像不会有水垢很厉害那种情况，所以我也不放。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放这个亮碟剂，就是让你的陶瓷的那个碗盘洗完以后会 bling bling 的亮，但是那么亮干嘛？又没有出国比赛，所以我也不放。所以买这台第二台这台洗碗机，我只装洗碗粉而已。好，
哎，接下来就开始放东西，只有一个筷子，你不能尖着朝下，它会穿过那个，穿过这个洞，底下的洞，会去把下面这个转的卡住，所以一定要大头朝下，这样筷子就不会跑出去了。筷子解决了，接下来是这个锅子，蛮干净的，夫人说也用过，洗，不啰嗦。现在就是把东西丢进去了，尽量塞，塞满，塞满。拍不到我的脸，反正就是都丢进去就好了。这个塑胶夫人说可以放进去，所以我就放进去了。慢一拍，其实我不太会放塑胶进去。好像都摆得差不多了，这样会掉。好像好。哇，太厉害了！自动的哈、哦。好来，给你按，爸爸教你。选这个强力，好，开始。连小朋友都会洗碗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一台樱花洗碗机呢，它很便宜。我第一台的时候买20000，那时候觉得这么便宜，那就买吧。那一台用了7年以后。水管因为环保材质的关系，所以它软坏脆掉了。维修人员跟我说是水箱破掉，但是根本没破。好吧，反正无所谓，这一台第二台只要15000，15500。基本上因为太便宜你，所以坏掉我也绝不心疼，所以继续买樱花洗碗机。你去买一台3-4万块、5-6万块的洗碗机干嘛呢？对不对？不过就是洗碗碗盘能洗干净就好了，所以基本上觉得 CP 值很高，10000多块，15000，你去买的那个厨上型的6人份、8人份的，一台也要可能快10000块，这一台12人份的，应该是12人份的，只要15000就有。这种厨下型的呢，你一定要在一开始买房子装潢之前就已经要想好。你不能做好厨那个下柜以后再去装洗碗机，这样会很麻烦。他们要拆掉拉起来，然后再换，把木板换掉，这个还要看 size 尺寸合不合。所以一开始就要想好了，要装洗碗机就要找厨房系统柜一次做好，这样是最方便的。这位第二台，所以它跟第一台的尺寸是一样的，可以直接装进去。所以也不太需要说去换别家了，反正樱花他们一定还会吃初中尺寸的，下一台初中尺寸的继续让你完全放进去，然后千万不要自己装，安装费用1500块，一定要给人家赚。我第二台我也没办法自己装，那个是人家的专业，你一定要给人家装了，自己装也不一定装得好。
喜欢我洗碗的请记得在底下按赞分享还有留言哦，不喜欢我洗碗的呢记得按多一点不喜欢哦，这样我下次就可以不用洗碗哦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